是做 AI 的晶片跟演算法，还有把它的应用做成给在市场上的方案。那过去这些十几年里面，我们有非常多款的 AI 晶片，一直到前两年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这一代出来，所以我们就拿出来所谓的一套包含这个是摄影机，各位看到这是我们的 AI 的处理器，我们软体、硬体还有应用的 AI， 比如说人脸抓拍或者人形或者车辆都可以。因为我们 AI 晶片非常的小哦，这个0.7×0.7公分这么大哈。然后另外为了让它形成一个系统，我们也做了一个盒子。那这边有这个网路接口哦，这边是类比的哦，这个同轴高清的，这是网路的。那同样它还有 WiFi， 还有 SD 卡，还有各种485 IO 的光电的控制。当然这个也可以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也跟台湾的录影机的厂商，有2-3家。已经谈好合作，而且已经把东西做出来，也就在他们现有的 DVR 里头，他们只要改一改软体就行了，连里面的所有的硬体一颗电阻电容都不用跟动，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可以跟我的 AI 联动。我们这边看得到是这边有几个，比如说这边是所谓车辆侦测，摩托车、大货车、大卡车、小汽车都可以。那这个是车牌辨识，除了侦测车牌还有辨识，你可以看到说这边是我们模拟的一个汽车的车屁股，这是车头有车牌，然后这个摄影机在这边看到了之后把车牌辨识出来。这个机器是在做人脸侦测的测速度比对，每一秒钟启动一次，然后把时间算出来，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说100多到不到200的毫秒的时速，可以70-80个，100个人脸的位置。这是所谓的就是人流统计。那我们今天来试一下，就是我人从外面走进来，他叫起来的时候可以听到说，看到现在没有，人增加了5个，或者是我往旁边走也是，就是说非常灵敏、非常快速、准确的。这单一这个机器就可以做这个人流统计啊。我们的 AI 未来还有针对什么防工程危险，或者是防火啊，或者放群众聚集或者有暴动这种的，这些都是可以用很快的把 AI 开发出来。基本上呢，就是因为现在世界的局势变化，那我们认为最危险的时机有最大的变化的时候，其实也是最新的机会的出现。我们台湾能够用的 IC 真的不多，联咏跟我们都在努力，而且我们还不是只有提供 IC， 我们把这个模组都做好了。我们现在要推出来的5款模组是用6个月的时间，从板子、从软体、从 IC 到 AI 的训练模型。那我们未来这一年还会出3到4种，平均大概3到4个月就会一款新的，包含网络的功能。所以各位看到说我们的 AI 晶片在早期做过了，从第一代到第五代做了很多，还有在 HD 的东西我们也做了10代，后来我们做了开发系统。然后我们还做过一些比如车辆用的疲劳驾驶的设备，所谓的 AI 的水表，它会把这个水表的数字给显示出来，然后直接用 AI 直接传送数字的结论出去。那另外我们还做了红外线测温的，在 HD 的还有网络的或者是 WiFi 的，这种是用 WiFi 的方式，这是用红外热成像的这个网络去呈现的。那另外我们还针对人跟动物，比如说养猪、养牛、养羊，那羊跟猪跟牛它不会排队来测温，所以要自动搜寻它，找到它的头部，测它的眼睛，因为它脸上的毛可能会遮挡温度，那所以说用它的眼睛的温度，那要自动搜寻到身体，再搜寻到脸部。希望各位业界的前辈先进给我们建议，给我们指导，我们也需要大家的这些一起同心
共济一起来努力。谢谢。